不能割双眼皮，17岁男当街哭闹。单眼皮有什么不好？看看韩国明星金秀贤，还有性格小生赵又廷，这些帅哥们都是单眼皮，还不是帅得很，拥有许多女粉丝支持。偏偏高雄这名17岁少年想不开，因为未满20岁被医师拒绝割双眼皮，竟然当街大吵大闹，在警局门口一会儿低头啜泣，一会儿又跟爸爸吵着要出国手术，连路人都忍不住回头看。因为他儿子哭闹不停，所以他才进来派出所，请派出所的员警帮他协助解决，把他生得很不错了，一表人才了，不一定要双眼皮才好看。最明显的好处，不会刷破而已，是不是这样吗？不会，我觉得单眼皮很好看啊。动新闻，单眼皮很有型啊。报道，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，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